为什么现在的男孩子都不想结婚了？真的杨一丹，我找了那么多年都没找到。你有这个十八万才能啊？我孝敬我父母的，孝敬我父母，我爸妈养我这么大也不容易吧？我以前，我跟你讲，以前我就是找娶老婆，我不上门的。以前，但是女生都看不上，你知道吗？女生都看不上，就要求一大堆。哎呀，我后面我就说，那实在不行，咱们就上门吧。对，你们要认识那种大龄剩女，你们就知道了。要求一大堆，要求工资10000以上，车子、房子、车房，还要求你要做饭。还要彩礼，还一大堆要求，还你要给他钱花，你要他这么早一点说，对，你要脾气好，他脾气不好，你要包容他，你还要对他父母好，对，他对你的父母要边打边骂都无所谓，对对对，他可以跟你父母吵架，婆媳关系不好，他可以跟你父母吵架，但是你还要对他往父亲整一下，要求一大堆，我想到，哎呦。那就上门吧，没办法了，是吧？啊，现在女孩子要求太多了。哎，你的这种要求要高的了。对，就要求高嘛。要求不高，我也不会过来打。就要求高。